世间万物皆有灵力，哪怕是山间鸟兽、沼中鱼虫。而我真是个废物吗？这北苍灵院修在哪儿不好，非得修在什么深山里，一点创意都没有。洛璃姑娘，刚才那真是太帅了，不如收我为徒吧。不叫人。荣凡，你还挺擅长当老师的嘛。这是九幽雀的蛋。原来你是人形的。灵兽的常态本来就是人形，这你都不知道。青山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有个好消息，你有灵力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有灵力了。我才是这世间的不朽。既然你投身黑暗，我就让你寂灭于黑暗。那个，你做我老师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了？不感兴趣。